一下我们的大队人马，今天要去看风筝，老老小小的。然后最开心的是小朋友了。看一下，我跟我妈今天穿的是亲子装，一模一样。啊、小心哈、啊，帽子吹掉了。对，帽子吹掉了。鹅毛丹呢、啊？这个有点贵哦，一颗20块。现在哈，可能是来得太早的原因了。那个大型的风筝我都还没有找到，难道是地方换了吗？那个风筝节是几点？风筝节是几点？10点多吧。10点多哈。哦，来太早了，来太早了。他说可能等到10点多，我们就到处玩嘛，没关系。对啊，对啊。今天你他们也不上课，然后你也不工作嘛，好的，到处逛逛。给大家看一下哦，看看小孩子在放风筝呢，这满天的风筝。这一只是我们的哈，这一只，对对对，这一只是我们的。这只好可爱，很大的妹妹是我们的。哦，你选的？啊？小的也可以哈。哇，我妈这一辈子没有放过风筝了，太强了。风筝就打掉了。妈，你可以放放弦，可以放弦，哇，美女哦。然后穿的是比基尼。啊，有帅哥帮忙！哎哎，哇，越放越高，越放越高！啊，美女啊！嗯，妈，你不要把风筝放来不见了哈！嗯，妈，妈，我妈看那里了。哦，有个。他风筝节大家都在这里了。好，妹妹给你。好了好了。要等啊，今天可能要等了、啊、然后可能在这里吃完中午饭，然后下午在这边玩，有可能玩一天。听说晚上更漂亮更美，然后风筝还有灯光的。我妈超爱笑，发现你有墨镜呢、啊、又不拿。对啊，你有墨镜就戴嘛。然后还有这个老板娘帮我切一切、哦、今天我妈享受顶级服务啊。好的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哎，对，上次我跟淑华来就是买了这个饼，好大一包，好大一包。边玩边看，太爽了。不行了，妈只能在这里啊，要守规矩啊。啊，在地上。啊，嗯。那人家都没飞好高嘞。人家嫌弃人家没飞高。啊，走啊，这边来，妈。嗯。等一下，人家再拍。人家拍完了再去哈。不用急。哎，拍正面的有就好了。好、啊，可以去了吗？哇，好大的风筝哦！太漂亮了，鲨鱼呀、啊！我妈又掏手机了。妈，你看还有鲨鱼空身，太漂亮了。妈，你看。
看呢、啊。它这个是把风吹到里面哈，吹到肚子里面，然后再撑起来的，站起来的。满天都是大风筝。哎，我妈呢，她就是很忙，就忙在哪里啊？我其实我是希望她多看一下，然后她就忙着拍照发朋友圈。对，就是这样。帽子掉了啊！谢谢你，谢谢。妈，你也可以横着拍啊，你要装进去再拍嘛，你这样子对好了再拍，对，你也可以这样子拍，拍的比较多。这样子啊？对啊，你要看好了，你的墨镜你又不戴，装在包包里。好热闹哦！啊，在台湾就是这样啊。然后又好吃又好玩。刚才买那个饼，我也是超级喜欢吃，我妈也说好吃。然后又吃生鱼片，又吃中卷，哇塞，这日子会不会太好过了？我妈回去怎么办哦？我妈每天这么疯狂在台湾享受，那回去应该怎么办呢？我在想哦，光是活动哈，我妈在台湾就已经玩不过来了，真的很多很多。然后接下来还有什么？300桌的庙啊，300桌的素食庙啊，接下来要带我妈妈一样去体验呢、啊。我那边走，快点能帮我拍一张。好，没问题。妈帮我拿的。过两天要上班，没办法。对对对，还好有两天呢。他本来是上个礼拜，啊，因为遇到台风。哦，对对对，我知道，延了一个礼拜。这个哎，好看哦，怎么这么好看？那、啊、这太大了，它太肥了，它爬不起来了。那一边也有很多。啊、哦，那边还有，拍不到了。对了，哎呀，太好看了哈！妈，你在台湾每天这样子玩，回去怎么办呢？还想不想卖菜？还想不想种菜？啊？不想种还怎么办？但是我们那边风又不大，放不起来。你不是喜欢养吗？给你养。对，我妈在说搭帐篷的，其实搭帐篷是有点热了，但是也不错啦，有一个自己的小天地啊。有点像我们吃这个串烧，有一个竹签，然后上面再串一个。
塞到爆啊！开不开心？开心。开心？怎么有气无力的？下来就睡着。睡着了。哎呀，我妈没有看过这么大的风筝哈，塞车塞到爆啊！今天我妈是可开心了，小孩子也很开心哈，真的、哦、那个风筝真的看起来很壮观哈，尤其是那大只的，还有那个特技表演的，真的好看。每年只有一次啊。那个杂技表演也不错啊。啊，好吧，我们现在慢慢塞车回去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里，没有来的就等明年了，因为我们今天是礼拜天最后一天。好吧，今天就到这里哟。